站住！站住！栓子，谢谢您啊，救了我跟林先生的命，但今后一定报。你赶紧回家，躲着日本人，一定记住了啊。栓子，栓子，你上次跟我说的，让我给你儿子起个名字，我回去认真想过了。啊，你看，武伯兴。武伯兴。哎，我是长子的意思，兴是希望这个儿子能给你们家族带来兴旺。但愿这孩子一生平顺，啊！林先生，您还记得这事儿呢？当然。满意吗？满意。这是我第一个儿子，对，以后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再找您起名。没问题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哎，哎，乖。注意安全。林教授，我得去趟城门口，我跟戴荣约好了，我去把你的手稿拿回来。这安全，你就在这儿别动，等我。咱们一定得赶上10点钟出城的车，等我啊，哪儿都不要去啊。哎哎，注意安全啊！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千万别动啊，你小心点。哎。动摇让我接你们回家。完了。
你们等一下，走右边的胡同。走。完了。是个卖菜的，这啥罪没犯，就这么给毙了？你说这……真可怕。